怎么杀你这样就接过去，不要放啊，不要遮住脸，给姐姐照，不要看，你不要看，小孩子不可以看，要锻炼一下他会去翻身。 我们没有吃那个鸡料，甘布的鸡还是这样好吃哦。鸡料他们常常有那个化学，肚子饿了没东西吃，他会去吃那个蛋什么啊？今天太迟了，吃破了一粒了。把那个粪便挤到锅子里面，每天我这个一定要做的。 传染到那个鸡啊，生病啊这样。<笑>农场的鸡啊，他们通常都是养三十多天，时间不够，就杀了，就我们养的鸡是大概要5个月左右才可以吃的。最喜欢的是哪一只？我全部都很喜欢，像<笑>那个鸡自己养的很美的，还舍不得。 绿的，谁抓？小孩子抓，你看你放掉。不要放啊！你不要看。拿起来，拿起来。那个抓得怎么样？以前我家婆他们拿这个血都拿来吃的，血可以吃的，汤啊什么。放弃了。 可以帮他放毛。我们自己养的哈，它的肌肉很丰满，它每天在这个满地跑的哈，吃这个杂粮杂草啊。 每天可以吃7-8粒这样，就拿那个。那个母鸭嘞很喜欢这样哈，你有东西盖着的哈，它这样很喜欢躲在里面生蛋。这个是鹅蛋，这个是火鸡蛋，鸭蛋来做咸蛋。 你要放多少盐？100粒1kg。女儿他们都没有兴趣这个的，叫他抓一只鸡他都怕。如果他们喜欢的话，也可以的；，不喜欢的话，也没有办法。